เจ็บที่สุดคือการเป็นไอ้โง่นะครับคิดว่าเขาน่าจะมีปัญหาใ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พัฒนาการทางสมองแล้วครับ就是打就招牌打对他说因为那个好像14米、嗯、
然后他很怕高，还要站在那上面，他觉得很恐怖，但是到最后还是很好的结束，就还没有很大的受伤。嗯，因为他说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就是站得很稳，他只好像有只可以站到一只脚嘛，就是这么宽而已。其实那场戏，如果大家刚刚媒体朋友在里面有看到的话，它其实就是在很多的招牌下面，那其实它那个边缘其实很窄很窄的，所以要能够在那里展现它的功夫，然后克服它巨高的一个先天的一个小小的障碍的话，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那个对台湾的那个男，就是一些男艺人有没有他喜欢的那个类型呢？我们先简单秦家这些我简单介绍一下，他这些他都认识吗？他认识一个那我们猜是哪一个吗？看你啊，你要猜吗？好，你告诉我们好了。他认识两个人。两个哦，好，大家来猜一下吗？我猜一个，好，小猪吗？哦，不是。好，那我们秦家来公布答案好了。超跑吗？超跑哪一个？哦，我们的那个音乐才子，现在又是导演的周杰伦哦。他喜欢这个类型的男生吗？超不帅是吧？你是คน超不帅ที่ที่ไม่ต้องหล่อและเลิศเฟรคแต่ว่าคือชอบผู้ชายเท่แล้วเก่งแบบจะ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แต่ชอบ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เขาเป็นคนเก่งค่ะ他说他不喜欢很帅，他喜欢很酷，然后很厉害，就是很厉害的一个男生。对，哦，所以就是很有才华的一个，就喜欢这样类型的男生，喜欢酷啊。好，那另外一位嘞？王力宏，对，因为好像他说王力宏长得好像泰国的一个